好，这是欧洲艺术啊，欧洲艺术，然后这个要整个都是欧洲艺术，是吗 ？Gallery， 然后就紧接着就是欧洲艺术的雕塑，嗯，欧洲艺术的雕塑大厅啊，看看啊，看，真的就是大卫嘛，大卫啊，割下了这个圣经故事，割下这个哥利亚的头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圣经故事，大卫啊，把哥利亚的头割下啊，这个非常著名，在圣经里边啊。所以说，哇，看整个，所以这个西方文化雕塑艺术啊，深深的是受圣经文化的影响哈、啊，可以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哈、啊，整个，来我们来看一看哈、啊，从那头走的，嗯，这整个大厅是欧洲的艺术雕塑厅哈、啊，欧洲文化艺术雕塑厅。来，好，慢慢看。哦，看吧，这写的有哈、啊，这个是欧洲的这个雕塑，这个 court 哈、啊，嗯，哇，花瓶。它有些是希腊神话、希腊罗马，还有神话的故事哈、啊，有些是圣经故事啊。哇，好美，漂亮！嗯，这大卫。哦，这是那个罗丹的嘛，拉奥孔，嗯，罗丹的拉奥孔，嗯，这也是非常有名的，这几个都是罗丹的，对吧？罗丹，有罗丹的，嗯，就非常著名的哈，罗丹。这又是可以吃东西的了啊！哦，这旁边又是这个中央公园哈、啊，哇！来，我们再看看这里边的哈，嗯，这外面是这个雕塑大厅哈，我们看看这里面，那里面也有，里面这里除了壁画的话，还有一些雕塑的这个人物，嗯，小的了哈，嗯。嗯，来看这个哈，这是法国的那个雕刻家啊写的这个，啊，他这个叫乌果利翁，利翁，乌果利翁和他的儿子们啊，和他的儿子们，嗯，他是描写他的这个痛苦的表情啊，就是他们被囚啊。嗯，然后后面这个就很著名了，这个后面这个就罗丹嘛，罗丹的，哦，这还有一个罗丹的加利利农民起义哈，啊，戛纳，嗯，就罗
丹的，嗯，这都是复制品了，嗯，它的正品是在应该是在，法国啊，巴黎，嗯，罗丹的住处，这都是复制品了，啊。看他这写的有哈，像什么 Rodin 的 ，Rodin August Rodin 啊 ，Rodin， 嗯，这是罗丹的嘛。哦，这还是欧洲厅哈，欧洲的那个雕塑艺术啊，嗯，啊，从这边出来啊，欧洲的这个雕刻艺术和其他的这个艺术哈，嗯。看看这边，哦，这是他的那个，哦，这个生活的，嗯，生活的厅，生活工作，嗯，哦，这好像是拿破仑吧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拿破仑。嗯，他们多半这些画的都是好像这个帝王比较多哈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来看看这边的。哦，这边的是餐厅了哈，那旁边餐厅。嗯，就他的一些家具啊，沙发。这是印度人哈，听印度人说的英语一样，且舌音很重啊。哦，这也是欧洲的雕刻艺术，嗯。哇，嗯，漂亮。哦，这一个自由女神像，自由女神像。非洲的嘛，可以。哦，这也是欧洲的，看，像是家具这些哈，壁画、壁画，嗯。哦，这是玻璃画，嗯，玻璃画，嗯，这个花玻璃画通常用到这个教会用的比较多啊，教会的这个窗户啊，都是用这种玻璃画的，嗯。哦，这是一个八角形的那个展厅哈。看到没有，这脚上啊，一个八角形的，嗯，展厅，所以这旁边还是有些画，嗯，先看看这里哈，哦，这是那个意大利的，还是欧洲的哈，还是欧洲的画，嗯，来看看这个，哇，直接连到外面了哈，哇，下面一个八角形的亭子，好漂亮，嗯。
那我们顺着这走一走哈。它这两边也是画，哦，它都是意大利的，欧洲的，哦，这边是直接接到这个，欧洲厅啊，哦，真的，哇，蛮漂亮的，这个亭子呀，花台呀，来，我们顺着这两边走一走。这旁边也是欧洲艺术，都是欧洲艺术，看吧，两边啊，盘子啊什么的，看看，这两边啊，瓷盘。哇，好漂亮，那是希腊罗马那边的。也是圣画，看，耶稣基督啊，教会的圣画，基督教的，中世纪的。真的，你看，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圣上啊，钉到十字架上的话，这个十字架下面三个玛利亚啊，耶稣基督，这又是中世纪的圣画嘛，这个小上啊，这还是这个八角展厅的哈，但是这个画有点现代了哈，现代化了，现代艺术，啊 ，Robert College， 哦，这还是宗教的，宗教的画，看，耶稣基督的关于中世纪的。圣话，看圣像，圣经故事，看看这边，哦，这边是欧洲的了，欧洲艺术，这是欧洲。欧洲艺术，他有解释那个啊，你可以看他那个解释，这是哪里可以自己看导游的那个哈。走了一阵哈，又回到这个八角亭哈。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八角亭旁边啊，都是宗教啊，宗教艺术。